社区这次董事会选举的胜利，终于是我们华人那位李为代表的四位全部高票当选了，所以我们华人大家都有成就感，我也很开心。今天呢，在我家举办华人的这么一个庆功会，现在已经超过100人到来，董事会的7位董事全部到齐，真的很开心。大家做了各种美食来参加这个庆功会，谢谢。4位今年选上的监天都在场，反正你看呢，戴红色那些呢，都是今年升任的，其他那3位呢，戴杂色那些呢，就是上次选下来的。不过主席又换了位置，主席呢，我们现在是这位理事。今天我们很荣幸当选了，如果我们心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大群那这么多人支持我们呢，我是肯定选不上的，所以我要感谢每一位。特别我要说几句话呢，比方说有些地产公司啊，比方说王鑫姐，我特别感谢你跟你公司支持我，特别我向你鞠躬啊，王鑫姐，谢谢，我们应该说的，谢谢。李宏伟是特别感激他也整个公司支持我，还有其他很多个那些地产公司支持每一个人，那么多人在这，还有一些义务工作的，打个比方汤菜那个蔡大哥，他也全力支持我 ，Alice。功劳也很大，你要看到今天这个聚会，没他的话不行。还有老郭博士，他也支持我，所以这些都是用了很多心支持我们的。还有那个 Andrew 跟那个 Joanna， 他在纽约今天来不了，他们两位也特别支持我。不过我要特别关照一对夫妇呢，就是周先生跟 Judy， 他们两位是我，所以我们今年非常非常荣幸得到各位的支持，也得到外国人的支持，所以我也很努力为大家服务。完了，谢谢。来进行我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开香槟、切蛋糕，来庆祝我们这次4位被新选上的 board member， 我们对他们表示祝贺。Thank you. Yeah. Let's cheers. Raise your cup. Okay， 张太就是说，自从我搬到这个小区，我看到这么多中国人在这里住着，所以我们中国人希望保持这份选举期间所表达出来的精神继续下去，我们才能在这个社区生存得更好，在这个社会。谢谢大家。OK， 我们这5个人啊，你们随便有什么东西问，你问。那个中间那个肯定是我们主席了，那我们就4个新选的。吴教授说，就是作为你们这是这届的 board member 和这我们的这届的负责人，希望你们保持每件事透明，不要有任何事瞒着我们居民，对不对 ？OK， 新任的主席刚才向我们表达保证，我们 Rose Ranch 在附近所有的球场 course 里面是应该是好中又好的，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一定会保证我们的透明度、正直性，保持这个 Rose Ranch 运作非常好、非常透明。谢谢大家。谢谢这个新任的主席，还有就是谢谢各位的支持，没有你们支持我们就做不好这个工作。然后他说，虽然过去有一些事实没有被正确的显露出来，但是这届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会非常透明、非常正直，我们会做得非常好。 Thank you。 刚完成的新的内华达州州长的选举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都参与了，跟 CC Lack 一起吃晚餐，在晚餐期间就问到了 CC Lack， 因为我提到了我们 Rose Ranch 这个问题，就是我在问是不是你州长，那个时候是准州长，他还不是州长，那个时候非常时期了已经，他很乐意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很关心我们，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个 Rose Ranch 这个问题是不是房子造的太多了 overbuild 的，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凭着我的记忆啊，刚才 President 主席就在说，因为我们这个 Rose Ranch 这个 project 因为新造的那个房子。现在大家所知道的这个 project 有大概30个左右的房子，这个 project 不是今天第一天提起来的，而是已经3年了。而且我们这个 OK， 他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就是那个前任他们选了一些律师，就是没有单单为我们这个 Rose Ranch 的居民在说话，所以这个引起了很多的问题。他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个刚刚问那个律师呢，那个律师是以前上任那个律师，他现在还在位。这个律师应该很快就会有决定的啦，这个律师来说啊，就我们这几位会把他到底怎么样前途怎么样，这个律师旧的律师啊，他的就是这个意思。 OK， 没有选择，
okay, it's okay, go ahead. 他说我想告诉你们这个事实，说就是说虽然过去有很多事不真实，不是告诉我们，而且很多事情对我们是不利的，对我们所有的居民这个财产是不利的，但是在那个地的你的房契上面有很多限制，我们现在就要利用这一段来帮助我们来克服这个困难。作为新的一届 member， 你们是不是就是把我们这个 HOF 的 fee 是维持原来的状态标准，还是新的标准？因为为了这个几十栋房子的心脏，现在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新一届的board member 主席和所有的 member， 我们现在正在为我们原来所存在的遗留下来的财务问题，我们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讨论，来面对。OK， 现在暂时没有增加，基本上平均的就是150。OK， 一年以前我就想就是要 zoning， 所谓 zoning 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是居民区、商业区，还有各种运动区啊、game 区啊，这个是在房地产业里面分的。我们就是要求现在 re zoning， 就是重新分割来命名这个区域到底是属于什么作用的。zoning 主要是为房地产的作用来这个作用，所以希望能够从这个几点，一个是 deed restriction， 就是房契限制，还有 re zoning 重新分割这个用处，我们来希望能够帮到我们居民。刚才可能我提到个问题，说这个Rosemary 觉得Rubio，其实的话，我的刚才想法是说 focus on 说在高尔夫球场上建房子，这是最关键，就是我的那个就说担忧的。其他的地方的话，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地空地造多少房子。现在就是说那个高尔夫球场呢，现在在 Clark County 还有州里，现在是 R2 是 residential， 所以的话呢，那个建筑商他是 have a right。就是他们可以按照法律上可以造房子的，然后我们不希望这样，所以现在是双方的那个很矛盾的，就是在高尔夫球场上。我先把这个问题先回了啊，这个问题很要紧，因为呢，两年以前我们也在搞这个事情。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房子30套房子已经去盖了，改不了的事实，所以大家接受。换回来什么东西呢？换回来的就是那个空地呢，就是50年不变，永远是高尔夫球场，或者是一块空地。打个比方，3年以后，高尔夫球场亏本了，你不能硬要它亏本下去，对不对？它就关了水喉，就空在那。这是政府批给我们的，所以大家清楚了解。如果有任何人有要求，说 David 李，我捧着你上去做副主席啊。你要别盖房子，对不起，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事实一定要接受 ，OK？ 其他那个怎么样去讨论那个东西，我们会去讨论，好吧？这个大概千万不要搞乱这一点，行吗？我们每年这个社区从 HOV 里面的费用要付两百万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就单单在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钱是不是用在了刀口上，用在了应该用的地方？而且他说我发现这个小偷有一些把窗敲掉了，把门敲掉了，破窗而入的，不仅仅是从前门进来的，而且是从围墙的里面进来的。我们这位主席，新任的主席，刚才就是说针对这位先生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好像安全还不那么完美，那他说我们这个安全保卫部门一直在为这个用力，但是很多事情不能做广告式的宣传，因为这个关系到隐私，然后我刚才还跟他确认一下，他说就是在那些围墙比较矮的地方，我们将会有所增加，让它增高，预防小偷。OK， 他说我们这个小区也正在为这个我们的安全在工作，但是不能在一次性的时间花那么多的钱，因为我们的物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安全方面增加，在改善。我们在公共的停车场里面都有那个 camera， 就是摄像机头，但是你也要注意你的隐私，因为那个你可能做一不小心做一个动作，那个照相机已经把你拍进去了，小偷还没抓着，可能把你隐私都拍进去，所以你们也要小心。OK， 他刚才就是说的关于我们这个小区的财务管理方面，就是希望能够保持我们这个财务的透明性。有什么办法能够使我们这个财务更透明？就是雇用专业的财务还是 accounting？ 老板 ，my boss want me to pass on this message。我们将会请一个 forensic accountant 那个 Barry 在吗？就是那个找一个来会计，就把去年以前那些数呢。弄清楚，懂我意思吗？查账，等于查账。我们会找一个 forensic accountant， 我老板说的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去做 ，OK？ 又是老板跟我说的啊，我们会怎么样呢？每次开完会，都会有一个在网上要叫他有个报告，你们随时哪一位想看那个东西，随时可以去看得到。但是是什么 web 看得到呢？怎么样子看得到？不清楚，反正我们就每一次开完会，都会有一个非常透明的把那些重点告诉出来。意思就
Matthew 是我们的主席，和他的丈夫是作为他是财务专业人员，他们两个一起工作，来为我们这个保护我们的财务透明性一起工作，一起努力。OK， 我们这个就是财务很努力很勤奋，因为这个我们这届的主席 Marcy 他的 husband Ronnie 他是主要是对财务方面很精通，所以也帮助我们找出这个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如果不透明他会很清楚的把它指出来。 Harry 刚才在说就是我们这个 Rosemary 有相当大的比例的租客，有60%，然后他又提到除了这个68%就是 Section 8低收入的穷人，financially 穷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帮助他们，但是他们有那么每个月可以付很少的就可以租到这个房子，而且租到像我们 Rose Ranch 这么好的，所以这个 Section 8这两个加起来，一个是租客，一个是 Section 8，可能会对我们这个整个社区的房子的 value 会Marcy 他就在说我们这里其实租客是没有那么高，68%是63%，但是另外一点刚才他提到的就是 Section 8在美国的法律上面 Real Estate Law 规定这是被保护的阶层，就像性别年龄这些你都不能碰的，还有种族，在美国这个 Federal 联邦的法律是非常保护这些人的，你是不能随便去跨入这个跨这个界，这是犯法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哎，这个是 Section 8你不能租给他，只要他钱拿得出你就得借给他，所以这个是不是很 lawful， 但是你可以说租客方面也可以提出问题来。那刚才就是说关于出租房的限制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来处理这件事的，因为我们如果要在我们这个小区 Rose Ranch 以前没有这个 restriction 的，现在有新的限制，我们必须和一定数量的那个 owner 主人房主坐下来谈讨论，通过一系列的东西才能成为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不是法规就是规定我们这个小区的条约。它那个数字是2/3，要改的话呢，2/3的屋主呢要通过才可以把我们那个 CCNR 去改，目前那个 CCNR 呢就现在这个情况，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改啊，把那个东西去把它减少呢，就要得到2/3的租客通过。合理的东西可以延长一点，不要规定我们最后一个，好不好？我想问，我们在这个管理啊，从那个现在他说这个问题是要超过2/3的 owner 同意，但是我们很多房子有一个人就拥有十几家，他就是那几户不同意已经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那个 Rose Ranch 所做的一切事都要请别人，我们是不是跟以前那个做法有点不一样，比较透明度，就是不要那个尽量不要那个亲戚朋友去承包我们这个 Rose Ranch 的工程建设跟改造，这个是比较好，而且呢一定要公开那个竞争，是不是啊？那个公标就是那个投标，让大家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承包公司来做。Okay, he's mentioned about for your mention about we have to have 2/3. Okay, 他刚才说了，就是针对布隆纳市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2/3你是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来使这些2/3的 owner 的主人，大部分的很多一部分人，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他们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中国，有的人拥有15-20个房子，怎么样来使他们这些就是利益所得者，他们来同意我们这些条约，来通过这个条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OK， 针对刚才就是关于那个出租客的这个条约，关于我们这个小区，这是非常非常难处理的。首先，我们要，因为我们正在面对的是所拥有人的财产，他们的利益，因为是他们的钱。这个我们要认识到，因为是他们的权，他有这个权利，你怎么样来让他同意？首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作为这个新的团队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找出这些哪一些人拥有这么多财产，怎么样来跟他们沟通才能解决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设立条约。每一个单，每一个 contract， 每一个 bid 都是 multi bid， 不会是 single bid， 不会再单独 bid， 这第一。第二，所有的 bidding 呢是公开，我们说 RFP 就给人家去回标，但是标之后呢我们就交给Finance， 我们有个 subcommittee， 就是 finance committee， 就是他们去 study， 你啊，就是，然后呢，他就会把三个最标准的投标，那个我们叫什么 shortlist， 就那个选出来的，就交给我们七个 board member， 我们就去拍板，回答七型的问题呢，会不会有什么私利呢？反正我刚刚已经说了那么透明的，对吧？希望尽量不会有，对吧？反正就这样子，整个过程就这样子，明白吗 ？OK。下面我们就开始抽奖。OK， 小朋友。覆水花妆，水花阵阵的小船摇，小船摇摇过石桥南，石桥南踏成三步宽宽，两败卷青叶柳叶弯，柳叶弯，
一点，而且11点就有人来，昨天就有人端着菜来了，大家非常的积极主动，感谢这些义工的帮忙。